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我们聚集在这里，聚集在神的殿堂，因为这里有神的荣耀，我们就可以很快乐、很开心、很快乐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这里有荣耀》。像你一样爱我。
朋友，他渴望的欲望的欲望。耶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渴望的欲望的欲望。耶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渴望的欲望的欲望。耶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渴望的欲望的欲望。你何等爱我，在我心上铭刻。Thank you.